有咩象征？我感觉到其实就是即係如果佢封曬公民廣場，其實你可以感覺到其實政府佢真係越來越封閉，即係佢連市民喺佢政府總部門口集會佢都唔願意見到，其實同即係可能中聯辦佢喺佢門前擺個花槽嗰個意義係如出一轍嘅。我諗其實佢咁樣封住啦，你唔俾香港人喺佢門口嗰個集會，咁香港人咪喺第二個地方集會咯。即係而家其實你見到公民抗命，其實個理念其實都係遍地開花，我哋唔需要一定喺即係政府總部門嘅集會嘅。咁你唔喺政府總部門口，咁咪即係打道相見咯，或者其他道路相見咯。我諗佢即係迫使到香港市民喺其他地方進行遍地開花抗爭。